大家好，我是周海媚，我的 Vlog 又来啦。今天介绍一个新朋友，他叫周吉祥。大家好，我叫吉祥。哎呦，小兔子，哎呦，哎，自己还抢镜头了。我是在前阵子下雪天的时候，在那个院子里，然后把它抱回家的，因为当时非常冷，要零下十几度了。所以那个就把它带回来养着了。之前捡它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耳朵还受伤了，现在好了，已经肥肥白白了，哼，特别肥，是吧？大家好，而且它叫周吉祥。大家好，我叫吉祥。特别可爱。大家记不记得周如意啊？你看，已经长得这么大了。而且挺凶的一只母猫，大家看看，周如意现在已经有这么大了，这么长了，给个好脸行不行啊？人家以为我那个借来的，对吧？多好看呢！干嘛这么凶啊？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如意。跟着下来了，还有另外一只，你看，斑纹猫，斑纹还是虎纹，像个小老虎一样，它叫来来。因为发现它的时候，我就叫它来，它就跑过来了，所以我就叫它来来。大家你好，我叫来来，是不是？跟大家说，大家好，我叫来来，好吧？叫猫。跟大家打招呼了，它胆子比较小，刚刚收养了没几天，发现它的时候，它就是被一些猫欺负它，所以它胆子是比较小的。看到陌生人，它就会有应急反应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的家里有一只的小动物撞到了一个大军犬。